西涌靓滩比坚尼树林枪战，好靓嘅海滩，好叹咁款、啊。大家估我喺边咧？呢度系深圳嘅东面，叫做西涌，系咪好有夏日 feel 咧？呢度比大家熟悉嘅大小梅沙沙滩仲要向东，但人流较少，沙质更幼，海水更加清澈啊！由深圳坐巴士过嚟，大约要两个钟头，唔塞车嘅话，开车一个钟就到咯。西涌对出仲有啲小岛，坐船过去仲可以钓鱼添啊，水质仲靓啊！坐五分钟船咧就会嚟到情人岛噶啦，你睇下啲水几清，有好多人嚟潜水噶，仲有海胆养殖场可以即刻食到海胆添。去完情人岛，翻翻西涌海滩，哇，作反啊！森林里面成地都是军火，今天我们在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的学生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出发啊！话说一年前，这里新开了一间民宿，叫做西涌一号客栈，客栈还有不同的主题房，还有经常睡到死猪等款的公关多多一号。民宿的装饰全部由五位主人发挥创意而成，令到西涌成为最新的夏日游点。我哋食农家菜啦，粉蒸肉、豉姜炒鸭同埋农家小炒肉，试下有冇食先？嗯，辣地，系好辣。呢间就系春田花花奶茶铺啦。我哋香港咧就出名丝袜奶茶啦，而深圳咧亦都有佢哋嘅冰镇奶茶添。餐厅咧通常都系用茶包同埋粉嚟冲嘅，而呢度嘅老板咧特登去同香港人学点样冲丝袜奶茶嘅，仲好好饮添。